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你没得选。小蝶，你见到这封血书时，我应该已经把自己洗干净了。我被妖火军官下了药，随后的记忆就很模糊了。我只是个孤身一人的丫鬟。 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我没有值得害怕的。大小姐，我哪儿也不会走，我会守住你的秘密，守住沈家的家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借机进入聂家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害你的人。 这位是聂少帅，聂真。少帅，他是。晚辈希望将我与沈清夏小姐的婚礼大办特办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只是我没想到这个方式让我感到有些意外。小丫鬟。 就不能是沈清夏吗？少帅先前见过我家小姐，从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？你别过来，给我。 这是我最喜欢的笔，比你的命还重要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记住，在这个聂府里，你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你没得选。少帅夫人，您还满意吗？不太满意。 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？你还觉得你有胆识跟我斗吗？为了大小姐，不能怕。